那我干脆就回乡下。我都听说了，千万跟着你妈吃不好穿不好，也得跟个女鬼似的。来啊来啊，有本事来拿呀！ 吃不到土豆，没请你吃巴掌呀，就算太客气了。干吃，吃完妈妈给你换新衣裳，陈琳买来的哦。嗯，妈妈，你的衣服真漂亮，在哪儿买的呀？妈妈买的呀。 妈妈，嗯，今天我和妞妞放学回家，看到路上有很多人在抓一个肚子很大的阿姨，那个阿姨一直哭一直喊，最后那些戴胡须章的人还是把她给拖走了。这都查到乡下来。妈妈，我好害怕。所以千万要保密，啊！你们是不是都只喜欢站着尿尿的男孩子？ 千万好好学习，将来比男孩子还要出息。爸爸就会喜欢你了。同学们，期末考试就要到了，这周一定要把独生子女证办好，才能赶上期末考试的加分评奖。期末考试非常重要，将来你们能不能被保送到市里的初中，就看你们每年的期末考试成绩了。 都记清楚没有？都往城里当官了，还他妈往市里寄宿，瞎嘚瑟什么呀？ 手电，别人不就看到了吗？乖，就这么去，一摸就摸到了，啊！去吧。小孩。 什么呢？妈，那姓是你家他们就拿。那这不是于家小妮子吗？怎么了？家里回来人了？没有，我妈回来没回来？哎，把你爸时尚拿来，正经事还没说完呢。你的什么姓啊？怎么还记到家里来？这下怎么办啊？还真是你的神奇来的。是男孩，是男孩。好了，瞧给你激动的，升天梦的时候。 板着个臭脸。
夏梦，来。妈妈现在呢，确定划伤弟弟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知道吗？以后你进出家门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心。等天黑了才回来，嗯。跟谁学的？还会顶嘴了？因为没人答应，电表一直在走。哎，该不会有人在里面生小孩吧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还有很多家要抄呢。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千梦，自己要带的东西自己装。出完国家不能要这样了，知道吗？
哭啊？我才是第一名，我不要弟弟了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吃完饭去外婆家。听到没？